澎湖有渔船真的是非常的幸运，最近捕捉到了这么一尾重达12公斤，号称是鱼中和牛的白腹鱼，每公斤单价就要8000元，身价更是黑尾鱼的数倍。不过因为它十分稀有，鱼老板才刚刚把它上网拍卖，就被秒杀，最后呢是以10万块钱的高价售出。 这只一副杠筋，你冲大尾啊！冲大尾啊！江中达12公斤的白腹鱼给举起，整条鱼的长度就快超过成人的上半身，相当惊人。这就是澎湖今年最大尾，号称鱼界和牛的白腹鱼。以这尾12公斤的白腹鱼来说，每公斤单价就要价8000元，身价更是黑尾鱼的数倍。来，给你多买一批哦，刷上最大尾的白腹啊，这只要要加20斤啊！哇，真正水，真正够水。 利落切下鱼头，将鱼身切块，线捕线杀，才够新鲜。鱼老板拿起手机PO上网，开始贩卖，马上就有民众下标，瞬间秒杀。卖价将近要6位数啊！最终拍定以10万元卖出，老板笑得合不拢嘴。不只是因为口袋赚饱饱，更是因为这白腹鱼十分稀有。还有渔民说，能够捕上一尾就像中乐透一样，罕见程度可见一斑。那存折上面高单价，一样嘛是有人买哦。 当然有啊，嘿啊，迄种鱼啊吼，有钱也无一定会当捕它，有对人买啦。我随普遍，也无存钱，人也随买去啊。白腹鱼口感类似兔托鱼，不过肉质又更细致一些。其实早年并非稀有鱼种，不过近年因为数量稀少，价格因此水涨船高。这次在过年前被老板捕到澎湖最大尾的鱼中和牛，也算是大自然给的一包惊喜大红包。记者澎湖综合报道。